而且会卡，准备第七次。我问你嘛，啊，第二个点有 bug。第八次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第二个点传火。我有一个想法。从底下，哎，怎么这么鬼畜？哎，我头怎么栽进去了？这姿势，这体位，哎呀，你点在哪里呢？看不到，乱抖，看不到点，我操，看不到点，这他妈什么体位啊，我操！下个点应该有个板，但是他没有。这开飞机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吗？看点在哪里啊？开飞机啊！看点在哪里？这里这个点过了，下个点，哎，好像有问题。哦，看到了，在这里是吧？过来看一下。来搞定，这不就搞定了吗？哎呀，大惊小怪多简单、啊。但是我感觉这个点也有问题。那兰博基尼多稳，我的要死。稳的要死，过，搞定。我就问兰博基尼稳不稳？兰博基尼超稳啊！我操，这怎么过？啊，我知道怎么过了，我知道了。跑车的东西运气成分很高，再见，老弟，就问你们帅不帅吧，飞行模式。火花啊，飞行模式啊，大幅展示。哎，潇洒，潇洒，我跟你说。我
要急，哎，漂亮，一次过。我操！哎，我又忘记了，这边要减速，这边一定要减速，然后往转弯，速度不能快。记住了，记住了，减速。啊，这里飞车，我操！终点，到终点了，再见第一名完赛。什么叫技术？什么叫技术？